两颗蛋吗？它重点有两颗蛋吗？不是，那我真的不能吃吗？大家好，我们是优优兄弟，又又又，今天来到了西门町，没错，来开办我们的新的这全新一季的美食二选一。对，第一样是我们的这个天天利美食榜，听说它的溏心卤肉饭，你有吃过吗？溏心荷包蛋的卤肉饭，我吃过一次，你吃过一次？两次，非常好吃。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高中的回忆啦，高中的回忆。对，但是我个人会比较推另外一间。那网络票选的第二间是什么？金满园排骨。金满园排骨好像有听过，但是我应该是没吃过。那我个人我是投天天利。我个人我是投金满园。那我们就直接来赌了。对，好好，那输的人就直接请对方吃饭。今天我们就是来，就整个团队请起来好不好？请起来，没错没错。观众朋友都有听到哦，录影存证了哦。没错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。好，是天天利还是金满园？没错。Let's go。来啊。天天利，耶、yeah, ，谢谢。金满园，耶、yeah, ，谢谢，谢谢。金满园赞，耶、yeah, ，谢谢。天天利啊，谢谢，天天利，天天利赞，金满园赞，天天利，耶，金满园赞，天天利很好吃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那你觉得比较 OK？ 侯相，是不是金满园？侯相，对呀。啊耶耶，帅哥，麻烦你帮我贴一票好不好？我们再做一个试调。谢谢谢谢，天利是金满园，对对对，而且输了还要请客，耶、yeah ！可能天利便宜又好吃，他也不难吃啊。对，但是你已经投下去了，伤害已经造成了。谢谢。对，现在的比数目前是14-1啊，哦，非常的悬殊。所以呢？那么我讲胜负已经非常明显了。你以为这样就胜负明显吗？就是它只是一个先赢的概念。我建议你不要在那边苟延残喘，好不好？我们有接受投降输一半。你以为现在才几点？我们开路也才不到一个小时，然后就现在就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总共要投将近100票了。对啊。如果你可以后来居上，对啊，你一个礼拜的伙食，不管吃什么，来啊，不管是大便还是，全部都我请。好不好？一个礼拜的伙食我全包了。你说的吗？你那这算巧克力棒棒也知道你请？废话，就全部包了。你觉得有可能吗？14-1这种悬殊的比数，那、这个还比赛没有比完，哪有那边按中场那边说，我现在赢了。好，非常好，我期待看到晚上我吃天天利，他在旁边垂涎三尺，在那边望眼欲穿的表情。如果你巧克力棒棒，如果你真的赢了，等一下天天利好不好？不要说我请，我还多给你一颗蛋，双蛋就对了。对对。耶、yeah ，好，邓志强 ，Let's go。究竟迪哥是否能够力挽狂澜，创造奇迹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天天利好吃，耶、yeah, ！天天利赞，天天利赞，耶！天天利赞，天天利赞，好，谢谢。天天利赞，耶！谢谢。天天利好吃，耶、yeah, ！天天利，耶、yeah, yeah ！完全连问都不用问。天天利赞哦，耶、yeah.。天天力赞，耶、yeah, ！谢谢。天天力赞，天天力赞，耶、yeah, ！天天力赞，天天力赞，耶、yeah, ！非常的明显，今天已经到傍晚，已经到9点多了。对，我们录到现在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胜负已经比较明显了，拿出来给观众朋友大家看一下。好不好？就是这样子，看完了没好 ？OK 了吧？非常的悬殊，这么没品是？对对，没有没有。好了，按照规定，我们待会怎么样？就是我请客嘛。对，对，我先讲，我要加两颗蛋。你加三颗都没有问题，好吧 ，Let's go， 好不好？马上来我们的天天利，好不好？西门町美食，平价美食。耶！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这个平价。赶快吃啊！赶快吃啊！天天利的这个卤肉饭。快吃啊！为什么这么有名？卤肉饭那么多，我们马上来尝鲜一下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有两颗蛋吗？它重点有两颗蛋吗？谢谢。如何？哦，怎么样？哦，都很棒。等一下再讲，没关系。哦。怎么样？如何？它的蛋汁完全充斥在我的口腔，我已经没有办法说话。不是，然后它又配合那个乳汁的那个香味，而且它的乳汁是有点甜的那种乳汁，对，是南部口味，对，是南部口味，是南部口味。所以你个人觉得说，真的是就是像网络上票选一样，西门美食第一名。哦，有，这种很特别的味道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卤肉饭我吃多了，这间卤肉饭很特别。它有那种古早味的味道，真的是南部有想起妈妈的味道。而且它一般它这种蛋汁的润滑是量加分的，因为有的卤肉饭怕太干，而且它肉燥又够香。
心。对对，那我真的不能吃吗？那不能吃啊，你还不吃？我不能吃，然后我还要付钱，然后我还在这边看他吃。哎，哥，他马上还等第二道，我们这边萝卜糕。哎，今天应该是讲说，是讲卤肉饭不能吃，但是没有说萝卜糕。你都不能吃。哎，这个酱很特别，我们再看一下好不好？它的酱有两种颜色，它的酱有两种颜色。所以它一个是甜辣酱，一个是酱油，就对。应该是，应该是。好，你试试看。我再试。我先吞下去，太好吃了。怎么样？惊为天人。我跟你讲，这萝卜糕太香了。这萝卜糕很少有这么香的萝卜糕。那它的酱搭配起来怎么样？那萝卜糕怎么越嚼越香啊？它应该是里面，它里面就有腌制过，还是里面已经有腌制过，然后再搭配酱油的味道，完全跟早餐店的萝卜糕是不能比的，好不好？根本是，我只能说它根本是萝卜糕界的 LV，LV，LV。有，没有，我讲错了，米其林吧？爱马仕，爱马仕，萝卜糕界的爱马仕，萝卜糕界的爱马仕，欸，真的真的很有弹性，而且真的那越嚼越香。啊，别吵别吵了。没关系啊，我愿赌服输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